好，来看到论文竟然也可以找枪手代写吗？这市面上真的有公司大喇喇的把论文代写列入了业务范围，而且这代写的价格还有分等级，等于是变相的花钱买学位，离谱行径让人摇头。先等拿学位，论文写不出来怎么办呢？现在市面上竟然出现所谓的代写公司，甚至标榜博士论文国科会报告只要付钱就买得到。光是博士的话大概要35万吗？国科会文史部分我们没有结果，但我工科的费用是就比较想做论文的写法，要到10万。立委统计，目前总共有8家论文代写公司，一般期刊收费7万，国科会计划10万。如果是 SCI 或 SSCI 等级的期刊或博士论文，则要价35到40万。这个算是逼的行为哈，这个学校查处哈，确实的话，一定要撤销他的学位，诈欺的行为哈，来做一个处理啊。找枪手的学生学位撤销之外，教育部也将移情检调查处论文代写公司是否有诈欺之嫌。